我们要去看球赛。大家都有国旗绑在身上，我们要买国旗，意大利对抗英国，我们要去看球赛了，去迎接意大利的冠军。输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很尴尬，就不会 po 这个影片了。So happy, Italy! Italy is the champion! Hi! 是赢球后的。好可爱哦，他们的桌巾还是国旗耶。今天恐怕就会这样一直吵吵吵到半夜，可能吵到早上吧。很热闹，好累哦，从9点看到现在已经12点多了。